新鲜人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前主播曾中威，现在在网络媒体当主持人。要给你们刚进入职场的新鲜人们一些忠告，我想大概有两点要说吧。第一呢，就是年轻人啊，身上都有傲气，就原本都会觉得我才不要为五斗米折腰，但等你进入职场之后，现实就是你会发现你腰超级软，甚至还可以做瑜伽呢。再来第二点呢，四个字叫做凡事彻底。这有两个解释，第一个说法是任何事凡事你都要彻彻底底的完成它，把它做到最好。那另外一个解释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，就是凡事平凡的小事，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些平凡的小事做到不凡，那就是你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了。就像你可能觉得扫地拖地这样很平凡的小事，但如果你能把这样的事情从平凡当中创造出不凡，那这在你职场上会是一大助力，加油。这支影片如果你喜欢，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给你的朋友圈，让更多人看到，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，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。